经本，主空神寄诵啊，这也有十首啊，请看经文。二是净光普照主空神，成佛为离，普观一切主空神众而说颂言。这个一行经文是设计的仪式，意思跟前面所说的相同啊，最重要的提醒我们谦德啊，人总要懂得谦虚啊，要知道啊恭敬啊，佛法从恭敬当中求。印光大师讲得很好，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请看寄诵第一首啊，如来广大目，清净如虚空，普见诸众生，一切悉明了。这是净光普照主空神他的寄诵啊，他的赞颂。那么从赞颂文艺上来看，我们知道这是如来的化身，否则的话不可能有这么殊胜啊，普见诸众生，一切悉明了啊，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第一句是讲如来广大目，就是通常这经上讲的摄眼圆明。清净如虚空，虚空说它做清净，就是它不染污，它能容一切法啊。楞严经上所讲的不爱万象法会也啊，但是他决定不染万象。用虚空来比方啊，真心佛在经上常说，六祖慧能大师啊，在坛经里头也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这就是虚空的意思啊，这就是真正的清净的 啊，我们的心确确实实本来无一物啊，现在有没有一物呢？说实在的话还是无有啊，不过一些迷失自信的众生误以为有一物啊，就像佛在楞严经上比喻的云彩，云彩在虚空当中啊，啊，
虚空里头有没有云彩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所以佛法给我们讲事实真相，非有非无啊。要说到究竟处呢，究竟处跟你讲没有。啊，那明明也是有这个云彩呢，你把云彩仔细观察，它是空寂的，它是虚妄的，它不存在呀！啊，不但云彩如是，虚空当中万事万象。佛说得好，当处处生，随处灭尽，哪里有一物呢？啊，所以才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般若经》上说得好啊，说得多啊，不可得。虚空当中所有一切万象都不可得，你要几时真正证得不可得，这个人就成佛了啊！这个人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他的清净心圆满恢复了啊，一点也不迷了。清净心，清净眼，普见度众生。这个度众生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众生两个字的定义我们一定要清楚。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字以为啊，这都是人，人叫众生啊，人是众生，物也是众生啊，动物也是众生，植物也是众生，自然现象也是众生啊，云雾都是众生呢，众缘和合而生的，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做众生。那么换一句话说，此地讲的度众生，就是说我们六根所对的境界全是众生，我们自己的根身也是众生，一切性明了啊。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常讲宇宙人生真相啊。啊，通通清楚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这个才是住真实慧。再看第二首，佛身大光明，遍照于十方，处处现前住，普有观此道。普有深广诸空身，他的赞颂也是显示深知二光遍照法界，佛身大光明遍照于十方，那么也许我们感觉到佛光普照，为什么没有照到我呢？其实佛光是照住我们的，
我们自己有深厚的业障啊，把佛光给障碍住了。啊，就像今天太阳照着大地，可是新加坡的上空有很厚的云层。啊，云层把阳光遮住了。我们不见佛光啊，是我们的业障把佛光障碍住了。啊，不是不照啊。那么我们要问了，听说佛光没有障碍，为什么业障啊能障碍佛光呢？这个问话问得好，佛光确实没有障碍，业障也障不住佛光。这个障碍暂时的，是因为你一念不觉，如果你把念头转过来，一念觉了，你就感觉到佛光普照啊！啊，佛光里面具足无量智慧德相，你能感受得到。啊，这个智慧德相啊，能加持得到。那我们要怎样才能感受到呢？必须把业障啊消个一分，你就有一分的感触；消两分呢，就有两分的感触。怎么个消法呢？放下了啊！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我们的障碍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根本无明啊，分别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必过分地去计较，减少分别，不必过分执着，破一分见思烦恼啊，我们就能够感受佛光普照了啊，才知道真正的处处现前住啊。这个住就是在的意思啊，普有深广住空身，他真的啊。我们看菩萨的名号啊，普有深广，佛住在哪里呢？处处现前住啊。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啊，我们今天讲诸佛菩萨，大家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误观念，认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个形象。哦，说佛一定有个佛的样子，不是。我们这种想法看法错误啊，要用现代科学的讲法呢，佛菩萨呢是个能量
没有形没有相的。现在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讲上帝，上帝没有形象，无处不在，跟我们佛法逐渐逐渐的接近了。能量啊，我们佛法讲的本性啊，讲的法身啊，法身没有相。它是能现能变，虚空世界森罗万象是所现所变，所现所变呢有相，能现能变没有相，能现能变变虚空法界，所以虚空法界它才有相啊，它那个地方要不在，那个地方哪里会有相，都不可能的啊。所以能变是变虚空法界，所变的现象啊，当然也变满虚空法界了啊。这个啊，普游圣广神他见到了，观此道啊，这个见到就是明心见性啊。底下一首，佛身如虚空，无生无所取，无得无自性，吉祥风所见。吉祥风主空神，他所证得的是了达无边境界相，解脱门。华严也是法相啊，六经十一论之一了。这一位主空神，他所其如的啊，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呢，相中的啊，相中总纲领，无法三自性，八识而无我。这是法相中的总纲领啊！他的赞颂第一句，佛身如虚空，这是佛的法身，没有形象嘛，无生无所取，无生就是五法里面啊，五法诸位要记住，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啊，无生呢就是没有妄想啊，无妄想啊，无所取就是无相无名。明是遍计所知性，相是依他起性，我们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以为相是真的，坚固执着假名，我们迷在名相之中啊，不知道名相虚妄啊。啊，他们知道，
了解诸法实相，所以他不着相，他也不执着名。啊，这些道理你看老子也好像懂得。啊，老子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他也懂得这是假名啊。这不是真的。啊，凡夫总是落在这里头啊，妄想着相执着名。这三条是凡夫境界，他已经远离了，无了。如果我们用佛在大经里面常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来看这一句话呢，啊，妄想相分别名是执着，也可以说名是分别，相是执着。总而言之，一句话，法相里面讲的妄想相名，就是佛在出现品里面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凡夫境界。下面一句呢，无德无自信，这是圣人境界。无德无所得，六百卷大般若它的内容讲什么，我得了读到之后啊，我总结他所讲的就是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这是正智啊！啊，自信般若智慧呀、啊，无自信呢，就是相宗讲的如如啊。所以他这个两句里面的内容，有名有相，有妄想，有正智，有如如。五法都包括在里头了。清凉在这里住啊，住得很好。啊，他住得很长。我们简单说一说。他说空有四个意思啊，就是佛身如虚空啊。啊，这四个意思包括了五法。第一个是力能取身。就是绝妄想啊，无生啊，力能取生，绝妄想力所取相呢，那就是无相无名啊，尽无自信就是如如啊，就是境界相啊，境界相无自信，无自信就是真如自信啊，唯心所现的嘛。心无所得呢，这是正智啊。后面大师讲得好，迷如一称名相妄想是生啊，啊，我们迷了，迷了自信呢，所以才有相，才有名，才有妄想。悟名相本如，
情执啊，转变成智慧了。如外无智啊，智体即如。此二有空啊，佛身如虚空啊，即照无碍啊，这样见佛就叫做吉祥，吉祥风所见。下面这个抄里面呢，有比较详细的解释，诸位自己可以做参考。第四首，如来无量劫广说诸圣道，普灭众生障，圆光无此门。这是立障安住诸空身。这首偈清凉有解释啊，他说长行即列了并名安住啊，立障安住诸空身呐啊，现在他没有说安住，他说圆光。圆光表智，安住表定啊，定慧是一体，所以他此地用圆光啊，没有用安住。如来无量劫，这是讲时间之长，有恒性，有长远性。广说诸圣道，普灭众生障，我们应当要学习。菩萨成佛，成佛之后并不修习，没有成佛的时候自行化他，教学相长啊，教导众生呢，资助自己的成就。所以不发心教别人，自己要想成就太难了。为什么？我们在教学经验当中啊，所体会到的许许多多的疑惑，如果不是别人提出来，我们自己想不到，以为自己没有疑惑了啊，这个疑问的时候提出来之后，我们答不出来，这才发现自己的疑惑啊。所以中国人讲教学相长，佛法里常讲啊，师子之道啊，老师帮助学生，学生也帮助老师啊，老师帮助学生叫教啊，学生帮助老师叫资，资助老师啊，叫师子之道啊。
彼此道业都在增长。啊，不发心教学，你怎么能成就？菩萨成佛，都是从教化众生而成就的。没有一个菩萨不教众生呢，他能成得了佛的，一个例子都没有。所以我们要有能力深入经藏，深解义趣。方法呢，决定是从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见性。我们从这个教学，从这个经教里面悟入法性呐！法性就是佛性呐。所以佛法的教学，不论是哪个宗、哪个派、哪个法门，无疑不是以明心见性为宗旨，这才称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任何一个法门都明心见性啊！以十善业道经为例，这很浅的了，小经初学的了，果然能够做到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他就成无上道了，他就明心见性了。他怎么不行不平等呢？十善业道经跟大般若平等，跟佛华严平等，跟法华经平等，他怎么不行呢？他一样的吧。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深入到那个程度啊？可是一定要深入啊！所以我们选择法门，适合于自己修学的环境，适合于自己的程度就好。决定深入，绝不改变。把经里面的道理、方法、教诲完全落实了，我们就切入了，入境界了。自己能够切入，然后才能广说。广说是什么意思？度各个不同根性的众生啊。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你就给他说什么样的法门。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个法门纵然没学过，听都没听说过，你所说的不会违背佛所讲的。这什么道理？佛说法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你所说的也从自信流露出来，那时候你有什么两样呢？我们在谈经里面呢可以体会得到啊。六祖能大师能有读过经，他不认识字啊。他是听别人念经，他在听啊。他听了之后他都读懂了。你看他对法达讲法华经，法达诵法华三千部没有开悟，
啊，念一段给六祖听，六祖就懂得了，给他开示啊，他就大彻大悟了。《坛经》里面讲为师，讲得好啊，讲得太好太妙了。经文只有八句偈颂啊，他什么都懂啊！啊，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一经通，一切尽通”，就怕你这一经没通啊！啊，什么叫通？见性叫通，没有见性，没通啊！我们今天学经之难，难在见不了性。啊，为什么见不了性呢？业障太重了。处处着相啊，不懂得立相啊。啊，马明菩萨在《齐心论》里面教给我们学教。哦，那个方法妙绝了，你看看他教给我们的怎样去学教呢？立言说相啊，文字是言说的符号，立言说相同时叫立文字相。我们要不要文字？要文字，要文字，不要做文字相，你才听得懂意思啊！啊，第二个呢，立名字相，名字名词术语啊，这个里面，如来是名字啊，圣道是名字，仗是名字，那很多都是佛学名词啊，不要执着。名相。第三个秘诀，立心莲相，一直要听经，一直听下去，读经呢一直读下去，不要去想心莲相，你就想，哎，念这个想这个什么意思，一想就错了啊，一想就落在意识里头去了。你要把马明菩萨这个秘诀要是掌握到了，这一生肯定开悟啊！啊，那就时间在早迟，肯定开悟啊！悟了之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的啊，那才是真正的大通家了啊！可是很多人不会啊。我们虽然常常提出来讲，几个人做到了啊？总要懂这里头的道理。要认真学习啊！这就叫做参就。中文讲参，教下还是讲参呐、啊。念佛也不离开参呐、啊。参是什么意思呢？不用心一时，叫参呐、啊。我们凡夫最难的。落在心意识里头啊，心是什么呢？落印象，阿赖耶落印象啊，意呢摩那执着啊，识分别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东西
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用的是什么心？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用这个心，这个心呢，无量劫以来用成习惯了，现在一下改不好改，这是实在话。但是不好改也得要改，为什么呢？不改你不能成就。什么时候改，你什么时候就能够契入入佛境界，入不二法门啊。关键不在外面呢，在自己啊，所以自己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状况啊，如何自己帮助自己立心意识，立心意识禅啊，佛家讲参学啊，参学这个名词大家很熟悉，但是不知道怎么个参法啊。如果还落在心意识，那就不叫参了啊，立心意识才叫参。到见性之后，我们就有能力啊，这个能力是圆满的，是无限的啊。但是我们为了教化众生，要做慈悲的事业要给他们做个样子，那就是一门深入。我门门都通啊，我还是实现一门，哎，给人做样子啊。如果你展现出来是个大通家，门门都回，门门都好，人家看到门门都想学，结果把他的物门都摔了。他绝对不能成就啊！所以教初学一门深入啊！啊，佛示现为菩萨啊，菩萨示现一门深入啊！你看，在《华严经》幕后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都是诸佛如来，示现菩萨身，示现一门深入。我们教化娑婆世界众生，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希望将来啊，我们的佛学院能够扩展为佛教师范大学啊，在这个地球上一个大学就够了啊，里面如果有个三千学生，每一个学生专攻一部经，那就一部活的大藏经了。这方法好啊，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个个第一没第二啊，一个人一部经啊，一切众生想学什么经论，我们这里有第一老师啊，一生专攻啊，专弘啊，那么其他经教可不可以学呢？可以，别人讲经我都去听，我把我所悟入的境界在我这一部经上来发挥
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啊，那我们这一生呢，过得就非常有意义了，非常有价值啊！啊，决定没有空过，度了自己，也度了众生。再看第五首，我观佛往昔，所集菩提恨，悉为安世间。妙极行世尽，广布妙极诸空身，他的赞颂啊。他在前面长行里面所说的内容，上求下化了。难住世间呢、那么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学佛在行菩萨道时候那样的修学，积极菩提恨呐、什么叫菩提恨？这个字右上方圈了一个圈，念去善，当动词用。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行为，菩提是觉，鉴别凡夫不觉啊，凡夫确实醉生梦死，糊里糊涂来到这个世界，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走了啊，非常可惜。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而易失，失掉人生再得人生，非常非常不容易。啊，佛讲的没错，举的比喻也非常正确。断人生，闻佛法，这是大幸啊！许多人闻佛法而不能依教修行，这就是古人讲的“袈裟之下是人生”啊！倍增痛惜，真可惜。我们要问为什么？原因不难找到啊！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佛法熏习的时间不够啊！凡人在这个世界从早到晚，你不为圣教熏习，你决定被烦恼熏习。五欲六尘烦恼熏习啊！换一句话说，哪一个力量大呢？强者先牵，牵着你去受报去了。这是事实真相啊！
为什么古来祖师大德这样强调一门深入常识深修，这话不是我说的，古大德教我们的，非常有道理。我们今天功夫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天天在学佛，天天在讲经啊，你每一天也都来听经啊，每一天来听两个小时经，一年到头都不间断呐，这就相当难得了。但是24小时，你每一天是两小时修菩提恨，其他22小时啊还是随顺烦恼习气，你怎么能成就？啊，那我们再想想古时候祖师大德建丛林办学校啊，过去的这个丛林就是佛教大学，我早年亲近方东美先生，方老师这个话跟我讲过10遍都不止，我印象很深刻。他告诉我，要想复兴佛教，非丛林制度不可。这个话我非常深刻。丛林就是办佛教大学。为什么只有办学校才能真正做到长时间的熏习？我们做学生每一天听经研究经教大小时，然后在念佛堂念佛大小时，一天16个小时，即菩提恨呐、还有8个小时吃饭洗澡啊，洗衣服这个睡觉，这是应当的啊，保持你身心的健康。你一天16个小时在佛法里头，你那个妄想杂念才能够压得下去，2个小时不行，压不住，4个小时也不行。你才晓得这个丛林制度里面他那个方法啊，为什么要这么要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每天讲经8小时啊。学生们听了之后啊，去思维啊，8小时听完之后啊，去思维，去观想，去坐禅，把佛的教诲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那叫修行啊。所以他行，他才能把烦恼扶得住。我们今天没法子啊，但是现在如果是一等聪明人啊，善根福德人，他每天可以做16个小时啊。我们利用电视机啊，你只要有一套光碟或者是录像带，你每一天听8个小时，
啊，然后你就思维去观想，你去落实。陈光别老居士何以能够预知时至往生呢？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全部搬回家去了。啊，他生了四年病。啊，虽然身体衰弱，神志清楚，这个福报了不起，头脑要清楚。躺在病床上，一天看录像带看八个小时啊。不看录像带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了，想极乐世界的义正庄严的观想啊，万缘放下了，一心求生净土啊，四年下来了，他成功了，就这么个道理嘛。所以你熏习的时间不够难啊，啊，那我们将来这个学院，甚至于将来发展为大学，我们要恢复祖师的教诲啊，不能跟一般学校一样，一般学校那将来训练什么呢？训练佛学家啊，训练成佛学的学者，与生死毫不相关，那我们就全都错了啊。我们的目标希望我们佛学院将来的同学个个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决定往生啊！所以我们的佛学院有佛堂啊，有念佛堂，有禅堂啊。现代的修行总归拿起来，不外乎禅与静的。要求把你所学的一些道理，所学的一些方法完全做到啊，圆圆满满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经教相应的，我们要求这个肯定成就啊，这就是熏修的时间呢，菩提熏修的时间决定要超过烦恼，你才有救啊，一半一半呢都靠不住决定要超过啊！这个为自己，同时也为世界啊，为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让世间人看看哦，他这样成就的啊，就能效法。我们利用现在的高科技啊，我们设最好的网络频道啊，这个教室里面上课我们通通上网，全世界都能看到啊，所以许许多多在家的同修他家里面要有电脑，这个电脑将来会很普遍的，他在家里都可以修学，
在家里都可以学习啊。所以这样一个佛学院，全世界有一所就够了，不必要多啊。我们一定要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来使用啊，妙极行思尽啊，广布妙极诸空身，他修的是这个法门。第六首，一切众生界，流转生死海，佛放灭苦光，无碍身能见。这是无碍光焰诸空身，他的赞颂。清凉大师在这里有个小注：生死海啊，解释生死海，一切众生界流转生死海，于切四谛论上说，物法相似生死啊，用这个海来做比喻啊，啊，为什么呢？处无边，海大了，没有边呢，啊，相似故。第二呢，甚深啊，悟法的教义甚深呐。第三呢，难度啊，大海太大了，渡海不容易呀。啊，在从前航海啊，用帆船。确实非常危险啊！近代科技发达了，航海比较安全啊，比从前安全多了啊。第五、第四呢，不可饮，海水不能饮。第五，大宝所依呀，海里面的宝物很多。他的解释是有前面四个意思，众生流转呐、啊。最后一个意思啊，叫大宝所依啊，佛菩萨到这个地方来教化，佛菩萨是宝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话是真实的。除佛法之外，要想脱离六道轮回，我们用佛经的术语说，无有是处，干不到啊。为什么办不到？没有超越六道轮回的智慧，你就办不到了。超越六道轮回智慧，在大乘佛法里面小乘法里面，要想脱离六道轮回非常不容易啊！为什么？轮回是怎么来的？
佛给我们讲，由于妄想分别执着三种烦恼变现出来的境界，为识所变了。啊，那佛跟我说了，如何才能脱离六道呢？决定要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彻底放下了。你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执着里头第一个身见，我们常讲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都是属于我。啊，我贪呢？我嗔啊，我痴啊，我慢啊，六道凡夫哪一个不是起心动念都是我呢？啊，所以人我执断掉了，证阿罗汉果啊，这超越六道轮回了。虽然超越六道轮回，超越不了十法界，六道轮回内凡呢，四圣法界的外凡呢，还是凡夫一个。啊，他所证的是相似位，不还不是真的，必须再进一步，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分别也断掉了。啊，诸位要晓得，执着断掉了，心清净了，但不平等。啊，阿罗汉还有傲慢的习气在啊。一切法的分别断掉了，这心才得平等。有分别哪里会平等？啊，有执着就决定不能清净。分别执着都无，才出得了十法界。证得法身菩萨的果位了。这就到一真法界。破一品无明，名叫初住菩萨。破二品无明，是二住菩萨。无明是最难断的妄想，这个妄想非常危险，我们凡夫觉察不出来。凡夫以为，哎呦，没有妄想了，其实微细的妄想，自己都觉察不出来。所以，只有佛才能帮助我们得到真正究竟圆满，是法做不到啊。再看底下的一句，清净功德藏能为是佛体，虽以智开觉列身于此物。第七位，无碍胜利诸空胜，
啊，他从这个地方开悟的。他的赞颂在这里教导我们，世间的福田是什么？清净功德藏啊！啊，才是世间真正的福田啊！我们要修福，怎么个修法？佛里头要有智慧，随以智开觉，没有智慧，我们常讲那是世间的痴福，修这种福的人我们先前见不到，现在在全世界你们看到有得到很高地位的，有得很大财富的，啊，亿万富翁，他是不是世间真正的福田呢？不是。一些跟他常常往来的人跟我们说，他生活并不快乐，富而不乐啊！真正的福田是什么呢？幸福快乐。啊，得大自在呀，他不自在呀。为什么？他只有福德，他不是功德。啊，为什么不是功德呢？他没有清净，清净是功德了。修因要修清净功德藏，这个藏是宝藏，也是含藏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积阴德啊，做的好事不要给人知道啊，人家知道，这个人赞叹，那个人表扬，你积的一点福就爆掉了啊，人家赞叹你是福啊，表扬你是福啊，你的福随时就爆掉了啊。所以古圣先贤都劝我们积阴德，阴德好，没有人知道啊，不会爆掉啊，藏在那里，越积越厚啊，能为是福田啊。那么这是像哪些人呢？像古代的一些帝王啊，古代帝王他们的始祖决定是清净功德藏，所以他的福报子子孙孙都享受啊，多少代呀、啊、都享不尽呐、啊，积得厚啊。我们印度
对中国古人修集功德感受果报的，他常常赞叹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修的是清净功德藏，确确实实能为是佛田。啊，到现在2500多年了，不衰不坏。啊，那佛修的清净功德藏就更圆满了，更大，更不可思议了。这个寄诵里面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佛里头有智，智里面有福，佛慧双修啊。慧智等运呢，才有这样殊胜的果报。啊，无碍胜利诸空身。啊，诸位想想，肯定他是如来化身。底下一首，众生痴所缚，流转于险道，佛为放光明啊，力够神能证。这是深远妙音诸空身啊，这个不是，这力够啊，力够光明诸空身啊，他的赞颂。力垢就是远离烦恼啊，远离一切污染啊，叫做力垢啊。众生很可怜啊，痴所缚啊，贪嗔痴三毒烦恼里面最严重的是痴，如果他不愚痴，他就不会起贪嗔烦恼。为什么起贪嗔烦恼？愚痴没有智慧呀！不明事理真相，所以随顺贪嗔痴，那就流转险道，是三恶道啊！感得的三途苦报啊！要靠谁来帮助他呢？除佛以外，没有人能帮助。佛慈悲呀，能在恶道里头现身啊，应以畜生身得度，佛现畜生身呢。我们在佛门有一个小册子里面看到，物有如此，这里面记载了不少的公案啊，佛言观察出生道里面的出生啊，看到
有几只猪，这个小猪群，这猪可怜呐、啊！佛也示现成一只猪啊，在这个猪群里面，天天给这些猪讲经说法，这些猪都得度了。这个例子我们能够相信啊，在猪群里头有能得度的，有不能得度的，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曾经学佛，临终时候一念错了啊，度这个身呐、啊！但是佛法所熏修的啊，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佛法种子，还有相当的力量。佛去帮助他，他行，他能接受。啊，佛给他说什么法门呢？决定是说念佛往生法门，这个法门是究竟度脱啊！啊，畜生里头念佛往生的不少啊，地仙法师早年在温州头陀寺做住持的时候，他庙里头一只大公鸡往生啊，他把这故事常常讲给大家听的啊。大公鸡每一天跟着大家一起念佛啊，有一天大家念佛念完了，这个公鸡还在佛堂，他不走啊，香灯寺要关门赶他走，他跑到那个大殿当中，面对着佛像叫了三声，死了，站着死的啊。所以老和尚把他当作出家人一样，土皮安葬在山后啊。那我们想到这个公鸡啊，潜意识一定是个出家人啊，修行的功夫也不错啊，临终一念之差了啊，都变出生身了，他有灵性啊，他还知道念佛啊。这过去我们在这个台湾，好像是在这个高雄哪个地方，我记不得了，有一只狗啊，也是每天跟着出家人上早晚殿啊，他上早晚殿到大家打三归呀，他就走了啊。以后被一个出家人发现了，大概他从前是这个庙里面的住持和尚，为什么打三归他就走了吧？对，有一天把这个狗叫得来训他一顿，你现在是畜生，不是方丈啊，课程没有做完不可以离开，不是训了一顿之后，他果然就乖乖的到空中完了，跟大众一起离开。好像以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往生啊，就有人说他的前身是这个庙里头的老和尚啊，这才有灵性，他修得还不错啊，为什么堕畜生身呢？执着这个寺庙是他的，舍不得离开啊。
啊，是只有头出生到了还在这个寺庙里头。哦，这些故事很多，我们听了很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能度他。啊，佛知道前因后果啊。佛知道他生生世世的行业啊，所以佛说法契机啊，能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